江南大叔的骑马舞红遍全球各地，造成许多人争相模仿。随着圣诞节脚步越来越接近，在宜兰专门贩售包心粉圆的业者也趁机抢搭顺风车，与醒吾科技大学的学生一同合拍了一支搞笑 MV。我扮江南 star。圣诞版的 Kuso MV 有圣诞老人迷路、圣诞大餐都是理所当然，但学生发挥个人创意，将极具个人特色的法拉利姐、hold 住姐、目前发烧的宫廷连续剧人物全都穿插在 MV 里，除了以搞笑夸张的手法呈现，结尾也相当特别，全体蹲下一同拉弓，将中国大陆自创的航母 style 也包含进来。这一票同学啊，老师们就想说在圣诞节来临之前的舞会啊，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回忆，所以我们于是举办了不同的造型的 party。 在这 party 之前，我们酷手现在最流行的像 hold 住姐啦、法拉利姐及一些宫廷大戏里面的一些主角，业者利用搞笑 MV 做行销，在网络上吸引人气，不论圣诞节期间有没有增加买气，都确实达到了产品宣传的最佳效果。记者郭正明采访报道。